Recording in progress. Karina，那时候我是讲星期四叫你来拿着，忘记了星期四是国庆日啊，公共假期这里没有排，说你星期五来拿可以吗？星期五，那个老大啊，Karina，星期五。我会 pass 给王姨姐姐啦，好，你跟她拿着票。OK，什么？谁的吗？说。你是去玩上？去玩啊？哇哦！很开心。星期五是上 science 跟 geography，OK。好，那些进来的同学，你们请翻开第20页。发现好像我们这一份的这种比较厚一样。这是我给到你们两个卡郎啊。哇哦！为什么给两个打两个杠呢？说不对，我一时想不起，为什么准备到两份给你们？好吧，Shall we start? OK，so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John 来读一下。Yeah. This is my favorite part. This one. Okay. So 他说你把这整句吗？他读了过后，我还要等，然后被读题什么？Ini 给崩海呀？That means 什么意思？我们的不是年轻人是果龙安，人嘛叫青少年，青年呐、啊。古龙阿人嘛，就叫青年。这青年，本哈亚丹叫做精神体验。本哈亚丹，这个什么精神体验呢？青少年对这一个本尔迪安什么啊？叫做什么？本尔迪安叫理解啊。给、okay, 爱国精神的理解，这精神体验理解呢？Semakin terhakis，hakis 应该懂哦。这个字我没有写的话，我们九八 B 已经读过了，hakisan 越来越少的意思啦。如果你要翻译成正确的，它叫侵蚀，它被侵蚀了。越来越少了啦，侵蚀那啥，侵蚀，yeah。就是说，他越来越少了，对于这个爱国精神的精神体验或者是理解啦。所以现在呢，他要你 uraikan peranan berbagai pihak，berbagai pihak 就是各方，各方的这个角色。来，berbagai pihak 是各方啊，这些字你要懂哈，在我们的卡朗克里面来提高这个爱国精神。哎，他们扮演什么角色呢？来提高这爱国精神。Alright，说、so, 你看，通常我们的格兰干呐，现在的格兰干呐，他都会给你一个 Patekan，
然后你们的感恩班长会给你一个白干，给你告诉是现在的状况是什么，然后他再才叫你写那个这个卡特杜嘎这个感恩要写什么东西啦，那你胡来干不然烂。So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本啊，胡乱写呢，给我们看一看啊。他讲什么啊？Patriotic dalam kalangan semakin luntur 啊？什么意思？什么啊？Patriotic dalam kalangan remaja semakin luntur 爱国精神在这个青年呢越来越。伦多的意思，我们可以讲哦。那我这衣服啊，我穿了10年，它的颜色讲了呢？他讲它褪了，这不是褪色吗？所以伦多我们可以用褪色，褪色，或者是这个我们有另外一个意思叫消失啊，也是说那种爱国精神呢，在青少年呢越来越消失，就是越来越少的意思啊，越来越少，越消失了。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字 luto 啊，除了你用 terhakis，你可以用 luto 啦。然后 sibo 等下 urusan sendiri，说大家呢都在各自 sibo 要忙啊。啊，西伯叫忙啊，自己的事物，自己的事情啊。然后，terdapat segelintir masyarakat yang tidak mempedulikan sambutan Hari Kebangsaan，就是有一部分的人，segelintir 叫一部分，啊，一部分的这个社会呢，这一部分的社会人是怎样呢？他们不会选择是。请问很久不见了，啊，他们不理会啊，提到我们不努力干叫不理会这个爱国，这个庆祝国庆日的这个庆典，我会给你们这个什么啊 Patriotism 的这个作文，是因为这个刚好是个星期四哦，这个月是国庆日嘛，啊，我就给你安排一下这个主题这样子的。啊，说他们不理会这个国庆日庆典的，给你们会吗？你们去看吗？你们去到布恰加亚去跟他一起去庆祝吗？啊，你去哪里都是 COVID 的吗？啊，你去 shopping mall，你去学校哪里都是有 COVID 的吧？啊，你 shopping mall 不 COVID，shopping mall 它是在密封的嘞，你去那个是 open air 的，我还好一点哦。啊，所以其实。你去买日常用品是 essential 吧？你去 shopping 看衣服那些，它不是 essential 啊？啊，你有一件衣服啊，可你想买另外多一件衣服，还是不是 essential 啊？哎，OK，说、so, 去哪里都是的啦，可是啊，我们其实通常我们讲讲老实一点啊，华人都是比较多去这种庆典的哦，国庆日的庆典。比较多的，你去看呢、啊，都是比较多的是马来人，你们去，在布恰加亚啦，这个星期四，如果你想要去的话啊，就妈咪宝爹地啊，带你们去啊，7点就开始了，可以比较塞车啦，你去带你上，那边你就去啊，你有去过啊？你有去过啊？我没有去过哎、欸，你每一年都有去的，哇哦，不错，嗯。啊，或是你在电视节还有直播吗？小的朗诵，这里可以看呢、多呀。啊。啊，可以直接去到咯，可是很多人，是不是？啊，因为全部人挤过去嘛，可能这一次他们一次有10万个人呢、啊，100千个人，如果去到那边，请100千个人去到了，去看那个游行啊，他们不是有那些人走进来，马青这些。行，很多庆典可以看一些表演，我没有去过啦，我是从电视机看过去哦。小时候啊，国庆的时候啊，大家早早一起来看电视，现在睡觉好了，因为我没有去过，除了在学校的庆典就啊，学校每次都有。OK，来 bersikap 啊，因为刚刚讲了一部分人，他们自己 sibuk dengan urusan sendiri，然后他们不理会。他们的行为就好像是 now melepaskan tujuh masing-masing，这个 peribahasa 也是很长，我们会用到的。now melepaskan tujuh masing-masing 听过吗？叫做自什么？自私，自私，selfish 啊。
很自私啊。啊，那我们什么就自己整，他整那个不就啊，自己这样啊，自私不理会别人。So, 라크랑가무고간这个什么啊？이니블루디블루디라쿠간，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个차르라去巩固爱国精神。So,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is this。你开一个国庆日的歌就可以了。看，当然开国际日你就会有爱国精神呢，不一定啊。所以第一件事情呢，我们就可以 memupuk semangat patriotis patriotik sejak dibangku sekolah lagi. Apa maksudnya? 但是。啊？No，你要解释这个意思给我听。什么是 bangku sekolah？就是在学校，是不是？sejak 是从学校开始就培养 memupuk 叫培养啊，这字应该会有的。为什么你是写了会这样子的啊？培养这个爱国精神，在从学校开始啦，从学校就开始培养他们了这个爱国精神。所以你不讲你是多拉的，你帮助是多拉，可能是从你的 kindergarten 开始到小学到中学啊，这些我们就培养这个爱国精神。所以我们那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希望呢。这个，当你培养他们了之后呢，这个爱国精神啊，能够和学生们怎样？Sebati，在我们的 science 应该有学过叫 Sebatian，叫 Sebati，叫混合在一起啦，或者是结合啊，也是可以啦，啊，啊，combination 啊，强迫了，掺在一起的意思。混合或者是结合，在学生的自信里。啊，说怎样呢？怎样我们可以从学校培养他们呢？第一，就像你们每上个星期五这样子哦，每个学校都上个星期五在庆祝这个国庆日吗？啊，所以我们就可以 mengadakan program sambutan Hari Kemerdekaan peringkat sekolah。我们在学校，我们举办一些 program 活动啊，庆祝国庆日的一个活动。然后在这个活动里面，你可以给众多啦。这个活动的话，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我们可以 nyanyi lagu patriotik。什么是 lagu patriotik？啊，什么国庆日的歌？lagu patriotik 是国歌啊。Hello，哎，还有唱一些 lagu yang bertemakan 什么？Kemerdekaan 啊，就是一些像国庆日的歌啦，啊，像那个蛋糕几个不落沙度啊，那个我从我小时候唱到现在，你还是有的这首歌。那首歌是最好听的，就还是同那个蛋糕几个不落沙度，然后啊，不然拉班，你们不落度就啊，这个是首歌啦，嗯。So, nyanyi lagu patriotik. No, deklamasi 呢？这个字我好像有讲跟你们讲过了。Deklamasi saja patriotik. Deklamasi. Deklamasi 的意思叫朗读啊，朗诵啊，朗诵诗歌啊。以前我学校也是这样啊，在国庆日哦，他们就搞这些比赛啊，朗诵这种国庆日主题的诗歌，然后唱歌比赛。啊，我还记得以前我中学的时候哦，我们学校在国庆日的母浪的时候，他们会搞什么？每一个班级哦，我们可以报名参加那个什么唱歌比赛。你们班上也是，不是个人的嘛？我们是独诶，就是整班人，然后我们去唱歌，去唱关于国庆日的歌。啊，我们每一年我们都是拿第一名。这个最记得的吧，然后还有什么？还有我们 decoration 哦，每一个班我们是 decorate 那个国庆日，然后每次是拿第一名啊，我们 decorate 到很夸张啊，整个班上哇哦，你进来了才不是特殊的，就像这个一个像什么 Billy Bunnyman 这样，很多啊，这个都是培养我们这个爱国精神嘛，从学校开始，把现在我觉得能没有这样做啊，但是我发现现在学校老师越来越麻烦。啊，是啦，有考试，可是我们也是考试啊，我们还是有时间呢、啊。通常我们都是在一进不拉喇叭的时候啊，early of 这个 August 啊，我们就开始，学校就跟我讲了，OK，我们这个月我们有什么 program，
哦，你们有什么比赛？你们可以去 decorate，然后我就开始哇，买国旗啊，彩颜色啊，国旗啊，多，是蛮有趣的啦。当时啊，就是我不是这个 state 的，我是马来哥，我是马六甲人嘛，在马六甲。所以我们当时，不是我觉得我那个年代，我读书年代，我们比较多这种哎。Program 啊，什么单哈利根本得看，你们只是来过、哦、一天哦，庆祝唱歌这样子玩呀，可是 no point 啊，然后格桑呀，有什么格桑就可以有这个什么啊，patriotic 阿甘德鲁迪阿毛甘呐，但一个高干是一个的瓦萨，所以我们这爱国精神呢，能够持续，更高叫持续啊，continuous 啊，能够持续，然后一直到他们成为大人。所以，关于这种本地的干的这个，我们讲什么？本地巴士一定是来来去去这个咯。教育要从小开始啦，不能多不落，不要烂在你的梦呀。这个本地巴士，用到我啊，发梦都一杯啊，就是。OK，是的。然后我看第二个已经。所以，因为啊，这种题目你要小心啊，因为他讲的是 berbagai pihak 各方的角色。所以第一个我们讲到学校了咯，第二个我们是可以讲谁？父母啦。其实哦，我们这样子来排列，应该是 suppose 是父母先，因为父母比较靠近孩子嘛，然后再到学校，然后再到谁？国家。你看啊，我们写作文啊，它是有那个 sequence 的那个次序的。从最小的开始写起啊，可能是父母先，然后再第二个就到，可能是到学校，然后第三个还是 graduate 吗？就比较大一点的啦，或者是你从大写到小也可以啦，啊，你不要来叫来叫去啦，我们就是它的我们要那个 flow 啊，那个排列啊，它读起来会比较顺畅一点，不然就突然间你讲到哦学校，突然间哦你讲这哦，突然间你讲父母啊，叫来叫去吗？OK，所、so, 以第二个呢，我们就可以写到父母啦。父母可以 menanam semangat patriotisme kepada anak-anak。哎，menanam 是什么？tanam 种啊，这个爱国精神。So, 为什么呢？啊，我们讲父母应该成为孩子们的 contoh teladan yang baik，懂吗？什么是 contoh teladan 啊？什么？role model 啦，就是榜样啊！我写在上面了，我写在这边啊，榜样不了啊，榜样，成为孩子们好的榜样啦。说、so, 怎样呢？怎样要去培养孩子，父母培养孩子这个爱国精神？第一，我们就可以在国庆日的时候啊，我们可以蒙尼巴干，亚洛格米拉，蒙尼巴干叫什么？我们是灰呀、啊。回国旗啊，或者是你可以挂国旗在家里面啊，里面虽然家有挂国旗的，国庆日的时候，8月到9月16号，哎，我们通常是从8月开始挂到9月16号嘛，因为9月16号是 Malaysia Day 嘛，成立马来西亚。Malaysia Day 是 Sabah, Sarawak 和 Singapura 它 join Malaysia, join Mandarin Melayu from Malaysia。所以你不要弄错啊！马来西亚独立，我们独立是在57年，但是当时独立只是哪里罢了？有 include Sabah Sarawak 吗？没有，这是我们这一边的番薯这边罢了。啊，这几个州在马来西亚半岛这边，然后一直到1963年9月16号，新加坡 Sabah 跟 Sarawak 才 join 我们的 Tanah Melayu，我们才把名字改掉变成。Malaysia，以前我们叫做 Persekutuan Tanah Melayu，来叫 Malaya 啦。啊，然后2年过后，1965年，新加坡就退出马来西亚了，他自己独立，成为一个自己的单独国家，好惨好掉哦，他自己幸运，因为他很厉害啊，他看到诶，Malaysia 一定有很多 problems 的这种问题，啊，他退出马来西亚也是有很多个 reason 呐。那我们，你这个呢？你在 Form 5时候你读到这个 Sejarah 啊？为什么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然后他退出的时候，他退得好。如果我是新加坡人民，我也是要感谢他们当时会选择退出，不然的话，现在你看，如果他跟马来西亚在一起，但他也不可能成为东南亚最 top 的国家啊。
他很幸运哦，啊，他好啊。所以我觉得他们的 politician 啊，都是不搭的啦，啊，有头脑的，是很厉害的，不像我们这边，哎，打不啦，就靠你们了啦，啊，以后去做 politician 啦，啊。OK，所以我们可以讲到蒙尼巴干角落给你啦，是把的三不三不单哈利给你看喏，那在国庆日的时候，我们调国旗啊，回国旗啊，或者是你可以带你的这些你的孩子啊，马拉瓦登巴登巴不是加拉，这个是 J 来的哈，不是 I 呀，因为被我 cut 掉了，它是 J 的，是加拉，就是给登巴登巴不是加拉，达那 I 什么是 Judy 什么啦？什么是登巴登巴不是加拉？有。历史的这一个元素啊，或者是历史古迹啊，有什么中多也可以给个中多来，有什么中多？有什么中多是登巴登巴不是加拉？OK，达达拉莫迪加，中喂，中多有什么？达达拉莫迪加好玩嘞，museum 或者是还有一个东西。这个独孤，你听过吗？什么是独孤那个的？不知道，都是独孤那个的。有你懂吗？有的人其实不懂什么叫独孤那个的，什么马来西亚人？国家纪念碑啊，它叫国家纪念碑啊，国家纪念碑。就我没去过，我没去过这个独孤。诶，你知道吗？这个历史哈，这个独孤那嘎达啊，在我们独立之后呢，然后我们在对抗 communism 共产党啊，这个独孤那嘎达曾经被炸掉了，现在他们再招回去了的，他们破坏这个独孤那嘎达共产党，他们去崩掉这个东西。共产党啊，在几十年前呢，在共产党的时候，啊，这个你快随便读到，快写下来，你讲的，清楚去。啊，对啊，他们对啊，当然是要换啊，没有每个星期啦，每个星期这个空吗？可能他轮多了，卡罗轮多了，他就拿下来咯。这些性别的，对呀、啊，因为他是什么？他是一个旅游景点，他也算是一个旅游景点。有些人外国游客他们会来看呐、我没有看过。他叫 National Monument 啊，国家纪念碑，National Monument，就是为了纪念我们的勇士，然后为我们国家牺牲的勇士，辛辛苦苦啊，辛苦的为我们。争取独立啊，抗军啊，这些啦，抗战的。OK，格桑呢，来，它带来的后果就是我们可以蒙古国，这个 Jati Diri dari segi mental dan fisikal。Jati Diri 是我们自我什么啊？自我身份，Jati Diri 自我身份，加上马来西亚人。OK，我承认我是一个马来西亚人啊。然后有一些人不承认他是马来西亚人的哦，他觉得哎呦不好意思哦，拍谁啊？然后他就没有这个假 DDV 了，所以我们必须有这个很巩固的假 DDV。我自我身份，我是 Anak Malaysia 啊。当你有这个假 DDV 之后呢，你才会想要去爱国嘛，对不对？来是给你的 physical and mental 啊，从你的思维上或者是你 physical 上，你做出一些举动，怎么说去怎样去表现出你这个假 DDV。反正我就往在国庆日的时候挂国旗，在我家庆典啊，或者是我不做出破坏国家名誉的事情啊，这些都是 physical 吗？你行动上方面凸显出你这个假 DDV。Ada faham, saya sudah cakap banyak-banyak sini. Semua online punya student boleh ya. Kamu boleh faham ke semua?
然后他讲嘛，dimana bumi dibicara di situ, langit dijunjung，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去到哪里的话，然后我们都要遵守遵从那里的这个习惯，就是入乡随俗的意思啊。然后这个，入乡入哦是 LU 哈，入不是入。江水不流。OK，第三个方法呢？我们的 kerajaan，那我们的 government 呢，menjalankan kempen kesadaran 呢，一些意识的活动，这是咱叫意识。campaign 是活动啊，所以怎样呢？M mengapa 政府要 menjalankan campaign kesedaran？因为我们要 memberi kesedaran kepada masyarakat tentang kepentingan semangat patriotik dalam kalangan masyarakat di negara kita，让他们知道，哦呦，这些的重要性啊。然后怎样？Bagaimana？我们的媒体，然后我们的 media massa hendaklah menyiarkan rancangan，menyiarkan 叫播放啊。我们要播放一些节目，关于 Pejuang，Pejuang，什么叫 Pejuang，Pejuang？我们的勇士或者战士啊，为独立的这些战士的一些节目啊，关于给众多呢，我们可以播放一些影片呐、啊，什么 Di Bukit Kepong、Lieutenant Adnan 这些节目，当时我不是叫你们去看吗、啊？你们有去看吗、啊、？YouTube Lieutenant Adnan。很 boring 的一些东西啊，but 它是有故事、很有意义的。可能这个套系呢，我觉得你们到 Form Four 的时候才看呐、啊。现在你们想要看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去看。but 在 Form Four 的话，我建议你们可以去看这套系先，因为 Form Four 的 novel 是出这个的，Lieutenant Adnan 啊，Lieutenant Adnan 出的，看什么？八嘎的啊哈，所以有些戏啊，不给胳膊我没看过，不给胳膊，胳膊是什么？说过哦，没有。世界二战的话，你要读是丰富的学家啦啊。世界二战我没读到，世界一战、世界二战、世界一战跟二战是丰富的学家啦，还很久啦，还有2年。丰富啊，这是很写，是讲究。历史课，丰都是读我们独立之前的历史，丰区也是，丰区是读我们被英国占领的时候的历史，被英外国不是英国啦，就是说Portuguese 啊、荷兰的啦，还有 British 来到啊，那个是我们没有，我们读的那个的，我们是有，因为马哥他是最早期的吗？啊，最早期的，然后。丰都的时候，我们 after 这个 Johor Bahru，我们去读 Perak，等于每一个州的王室，他们怎样封起来的，他州是怎样管理的，到沙巴沙哇，那个就是你看两丰都家，丰区就是读 OK 这些外国人他们怎么样来，他们用什么手段来骗我们那些地方，这样，Yes。 对呀、啊，槟城是从被骗走的嘛地方啊。他不是讲他算他是啥啦？那个苏丹，然后讲一下课外的故事啦。Benin 讲会变成 British 的领土，是因为苏丹格拉呢，当时他想要找 HHDI 帮忙他对抗泰国的这个危害，因为 Siam 呢，他就在科大上面报嘛。Siam 呢一直要这个什么苏丹可家给一些公平啦，危害他的主权，所以他想到去找 British 帮他对抗 Siam 保护他咯。然后他去找一个商人，这个商人叫做什么名字啊？谁？我突然间断掉那个字，什么名字啊？不爽，我找一下名字。我是应该是在一起几块吗？你的猪留人手吗？叫我名字啊！绿地线吗？
你看懂先。Francis Lai，yes，Francis Lai 这个商人呢，他就叫他去把他传达这个讯息给 British，但是 SCI 呢有做吗？没有，因为 SCI 呢，他就去到他交换的条件就是说，哎，你帮我，我就给你这个 Penang 给 British，然后这个 Francis Lai 呢，他就在 Penang，他就见他的姑姑啦，见他的这个 Butter Badan。然后，然后有一天呢，他真的是科达哈收到这个安强曼啊，西亚，所以这个科达苏丹呢去找这个 HCI 帮忙，然后 HCI 就讲，诶，没有啊，我没有答应你啊，我没有跟你 black and white 签啊，不讲这样讲会帮你吗？所以这个时候苏丹科达还在讲，哎呀，谁佛了，我都骗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出兵去打谁？去打这分析师在比内。但是你知道吗？分析师他是 British 人吗？British 一定是帮谁的？帮这个 Francis Lai 咯。所以 Francis Lai 他有这个强大的 British 帮助他，你觉得谁会赢？当然是 Francis Lai 赢我咯。所以因此呢，这个苏丹呢就被逼跟 British 签这个合约，从此把这个兵权交给他了，他就被骗走了这个地方。现在我们独立了吗？我讲那个是当时的时候。That's why，所以很多地方都是被敌不和啦。所以从去我们去读到。这些 British 他用很多骗的方法，改变发疯去的时家没有去，你读到说，哟，British 他们很厉害，他们会用一些 manipulate 啊，一些方式啊，看到你一些问题哦，他 manipulate 他，然后他趁机去干涉我们的行政，我们的本命档案，然后不单单那个槟城输掉，槟城哦，你不要以为槟城是一个岛吧，一个州哦，槟城的外面那边呢也是属于槟城的嘛，在科大的叫 Seberang Perai。Seberang Perai 这个地方也输掉，比那个科大，因为槟城要拿这个 Seberang Perai 来供应食物啊、水给槟城，因为槟城是一个岛来的嘛，它的地方没有很大，然后它的食物也不是充足，所以必须要得到 Seberang Perai，就是那个外岛啦。我们去槟城是不是要坐那个桥过桥去？Before 你过桥那个地方全部也是槟城的什么？然后要供应食物跟水过去，就是这样。啊，风趣你就更详细，你读到了，你有趣的风趣史家啊，丰富史家也是有趣。风帆就，风帆是读 after 我们 Merdeka 之后的 history，所以你看我们的史家呢，它是有 sequence 的。我们风帆是读什么啊？读什么是史家啊？什么是原始人？什么冰河时代？然后我们就读到原始人，然后就读到文明时代，是不是？这是风岸的风度就读这个，我们 focus 在我们这边了。我们读阿拉姆莱尤，然后读到我们的国家，然后读到我们国家这些格拉加格拉加安。然后你一进风佛是读什么？风佛就是读我们英国占领我们的时候的情况，然后我们怎样去慢慢的争取独立，到独立跟庆祝独立是风佛的了。然后风发就读 after 我们独立的是讲了。外国有，就是丰富的巴萨布跟巴杜尔这样咯，或者是巴迪格，就一战、二战咯。德国我们去读到一战的时候啦，德国他为什么还要发动战争、发动二战这些全部在丰富有。然后风趣也是有趣的，丰都的我就觉得丰都有一些比较难，丰都是讲到里面最难是丰都跟丰帆，因为丰都很多东西要背，然后尤其是后面的吧。OK，没关系，那我们一点一点去上啦。OK，然后我们说克三年哈，我当我们比哈克拉加姆加兰 campaign 的话，我们就有这个什么案，朱旺杨丁一咯，什么案朱旺就是奋斗精神呐，杨丁一，运动我们捍卫我们的国家。你这个比哈不对，独浪江岸不对，马达是什么意思？这个就是讲关于那个保护国家的，就是我们士可杀不可。不是有一个谚语咩？士可杀不可，不可辱啊！辱啊！你去会羞辱他，战士你可以杀死他，但是你不会羞辱他。
对，你不能侮辱他，我们不能侮辱国家，我宁愿你杀死我，你也不要侮辱我的国家啊，这是种精神啊。战士是这样子的吗？他宁愿跟你打到死，你也不愿意。士可杀，士是兵士的士哦，不可以。不要不对，都让讲了不对嘛哒。这个是不让呀，你看呢、啊？我做一个本地加上什么来？Patriotic，上岸本地都马来西亚把它那个的养亲生啊，它那个的。这个是不让很容易写的，其实。可是不让的第一个句子就是你要讲回这个 topic，这个橄榄案的主题是什么？然后你恰当干先，哦，你恰当干什么？哦，所有人应该要不赶紧保护喽。这个我讲过100次了的，不赶紧保护掉吗？不赶紧保护就是像你把你的手放在你朋友肩膀上，另外一个叫什么合作？所以合作的不离巴是就简单的什么，把该，好，你的兵哦，运动我们不什么案例，说什么案是哈第十九个，是哈第十九个叫什么？同心一致。是哈迪斯吉哇，有一首歌也是吗？国庆这首歌叫是哈迪斯吉哇，很好听一下的。哎，哈鲁斯尼格高干达拉比瑞斯比瑞。哎，所以你的人生，你的哈拉曼就是什么？希望呢，我们能够永远的独立，不收别人。啊，孔子啦。哎，我们的主权，你可以写我们的 supplier，我们可以什么？蒙古国干我们的主权叫我们买门。主权啊，主权让我们买，主权我们是讲到中国的，磕什得么？到了磕看，，yes，磕到了蛋。哎，磕到了蛋啊，主权，磕到蛋很重要。这个字，please 把它背起来，学起来，到你们做饭，因为这个字我们会用到，磕到了蛋叫主权。我不想问倒了短裤呗，听过吗？倒了短裤，倒了的意思就是他的权利。我你发什么啊？今天我可能没有叫你哥接啦。哦，我看时间，因为我有给到你们两篇，我不懂为什么我当时我会给你们两篇，讲了这么多，是两篇是吗？为什么啊？我也想不清楚为什么我记不起来，为什么会给你们两篇？然后另外一份呢？你看另外一个感染案了，我们来 go through 一下，因为我要讨论完了。这个是8月份的嘛，感染案，8月份的 nota，因为下个礼拜我要给你们新的了。所以我们看另外一个是关于到什么案跟 Zira 案的，对吧？不是 Papadun 搞我 gas，看到我特地选，哦，懂了，因为是主题，国庆日主题。所以我们也是要讲到关于到什么案，法官第22面，哇，这一份很长点啊，22页，我们再看一下它的乙烯跟古莱亚纳，OK，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白酒，白酒来，一样的，俊宏，帮我们读一下你，还是你啊？你说，你叫在我历史方面吗？你叫到不爽。OK，这种题目啊，关于到 Part One 考的题目啊，Please 在考试前呢，你们过出一下什么啊，跟 Zira 啊，什么啊和 Part One 的题目啊，都很爱出在考试题考试的。你去看一下，Part One 考叫什么啊？种族的，接着说，接着。Part One 啊，喂。环什么？团结？我把这叫团结啊，所以还是很重要啦。所以现在他要你想什么？有什么方法？假如啊，50号、53是假如，可以巩固种族团结。现在我们的种族有一点不团结了啦，就是因为一些 politician 啊，一些政客啊，所导致到我们的这个种族团结，种族之间的团结呢，越来越。我们讲种族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好了，华人是华人，现在我们已经变回去我们独立之前的这种 situation，你知道没有？它是一个很危险的现象。
不是马来西亚华人的，你看到在我们独立之前啊，在我们读的史家那我会告诉你，在我们独立之前呢，华人他自己华人的 community，自己的社群，马来人是马来人的，印度人是印度人的，他们是之前是没有这个任何的这个 interaction 啊之前的关系，然后到我们独立之后呢，我们一直在培养，或是独立前跟独立后，我们一直培养种族和谐、种族和谐或者种族团结。然后我们才有跟这些我们认识华人呐、马来人呐、透过我们的教育，你像你中学，我们去中学是不是有华人、马来人、印度人所有的吗？